谁呀？请进。哎，哥，你啥时候回来的呀？昨儿，你看，哥给你带好吃的了。啥好吃的呀？啊。嗯，又是驴肉火烧。哥，你这次又没回家吧？哎，那哪能呢？那你咋没带贴饼子和小咸鱼呢？哎呀，这次啊，任务重，时间紧，没顾上。爹和娘咋样了？好啊，爹娘好得很，只是现在生意不好做，日子过得有点紧，是吗？嗯，比如呢？比如？啊，比如那个，比如喝羊汤吧。以前吧，下馆子就行，现在就得在自己家里炖。不对吧，哥，你忘了，当年饭馆还要管咱娘讨换炖羊汤的秘方呢。哼，这不是没顾上吗？哼，咱爹咱娘给俺捎什么话没有？当然了，你是他们的宝贝疙瘩，能不给你捎话吗？那你这么不早说呢？嗨，看你急的。哎，你看，大老远给你带的火烧，你吃着火烧，听着烧来的话，多好啊！那你就快说吧。哎呀，爹娘还是那句话，让你放心打鬼子，不要惦记他们。把鬼子打跑了，就是对爹娘最大的孝心。哥，嗯，那咱到啥时候才能见到爹娘呀？国际形势变化非常的大，在太平洋战场、欧洲战场，盟军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个时候，日本侵略军也改变了自己的战略战术，他们撤回了自己正面战场的兵力，用来呢加强自己的控制区。他们实行了肃正政策、三光政策，在冀中地区，他们深挖壕、广开沟，隔离我们的根据地。在冀东地区呢，他们实行无人村，要给汪伪政府打一剂强心针。哎，老曹，对不起啊，快来，坐好，跟着一起学习，坐好，学习，继续。我们伪，你怎么这么讨厌呢？你啊，你继续。哎，我刚才说到哪儿了？嗯，我知道，给伪政府打强心针。对对，打强心针。嗯，这个首长指示我们，要在敌后建立上万个武工队，到敌人的后方的后方去，发动群众，搞斗争，使他们惶惶不可终日。这个呢，就是我们工作的中心。哎呀，这个宣传工作，最忌的就是空谈。你回去好好想想。好，这个我知道，回去我会写一篇宣传重点，报政治部备案。你现在是主编了，放开手脚干吧。好，一定不会辜负组织信任。啊，周社长。啊，再见。哎，妹子，毛巾。啊，给。哥，啊，我要跟武工队去敌后了。啊。我们宣传口啊，全都报了名，最后只批准了30个。哦，秀琴姐也被批准了，明天就去集中学习。哦，听说了，警卫营也要派几个干部去当教员。曹科长跟我们说，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包括采访、发动群众、鼓舞群众抗战斗志，还要对伪军和他们的家属政策攻心，敦促他们早日弃暗投明。
妹子，哥呢，不反对你去。不过敌占区真的很危险，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知道吗？哥，我明白你的意思，放心吧，我都记着呢。来，我帮你收拾。说吧，又啥事儿啊？说啥事儿？哎，我，你是多大人了，害什么臊啊？说，老曹，这事儿啊，我在心里窝了好几天了，我想让你给我掂量掂量。今天咋了？怎么这么谦虚啊？嘿，我啥时候骄傲过呀？你还不骄傲？说自己谦虚的本质那就是骄傲啊！老曹，我说不过你行不行？您是常有理，你有点什么贫嘴啊？这几天我为武工队的事情忙得脚筋都快断了，你快说有啥破事？啥叫破事啊？这事儿我都煎熬了好几天了。这不，我又写了一首歌词。啥意思啊？又让我冒名顶替啊？真坏良心，你这……我先看看啊。嘿嘿嘿，湖流河，水汪汪，情郎凯旋回家乡，男耕女织长相守，幸福。哎，行啊，老曹。你怎么用这种眼神看我呀？写得好啊！我呀，就是想破破以往的风格，用这首歌表达人们对和平的向往，激发打败侵略者、建立幸福生活的斗志。不过，你写的缠缠绵绵的，这不靡靡之音吗？哎，老曹，我就怕惹这麻烦，没想到在你这儿就惹火上身了。我说反话呢，那你害怕？我觉得啊，写夫妻恩爱，鼓舞抗日志气，你这创意好啊，能把一对小夫妻那种爱写得真真切切、缠缠绵绵。你成八路军里的婉约派了啊！哎，你怎么说着说着就不着调了？哎，你先坐。你是不是把暗恋蔡秀琴的感情写到这里边了？默认了。你也学过文学，这盘古开天辟地以来，哪篇文章没有作者的影子？写得好。哎，偷心窝子了。是，你是火眼金睛，那谁能瞒得过你啊？那你就坦白从宽啊。啊，是这样的，我本意啊，根本就不是写我来着。可是只要一提起笔来啊，我就好像不由自主了，这歌词里的情调，歌词里写的那些事儿，我就顺着笔尖就流出来了。哦，是这样啊。哎，那你就仔细跟我说说当时的思想活动。你这是明知故问呢？你不是啊？那你就把秘密跃然纸上，这不叫公诸于众吗？什么叫公诸于众？我也就是告诉你一个人了。那你为啥告诉我呢？我也就是现在想让你给看一看，这个歌词能不能给蔡小琴唱嘛，让你掂量掂量。你傻呀你！这么好的歌词儿，他不唱，我咋出名了我？哥，可是啥呀？啊？可是他看了这歌词以后，他会不会觉得我心术不正啊？哎，你打算亲自署名啊？不，我觉得还是应该署你的大名。所以啊，你咋能心术不正呢？可是你想想看呐，这件事情他早晚都会知道，到了那个时候，他一定会认为我存心不良嘛。我说老周啊，你的年龄和条件都已经够了。可以找媳妇儿吗？
你说 你吧，总是躲躲闪闪的，啊，不敢正面的面对。咋，你要让首长拉郎配啊？哎，老曹，我说那可万万使不得啊！杀降拉郎配的教训，我真是没齿难忘的。这不就结了吗？你啊，互相的缩短距离，增进感情，啊，拉近关系。老曹，我觉得你说的挺对。得，我呀，先回去，等有机会啊，改天再说吧。哎，等等，我还想再提醒你，等你想明白了，蔡秀琴就名花有主了。哎，老曹，我跟你说啊，你过年可就满三十了啊，你还是好好想想你自己的事吧。我啥事儿啊？啊，我啥事儿啊？我有啥事儿不都是你害的吗？我可告诉你，你要是再不思进取，我就一马当先了。我，你敢？我有啥不敢的？我，婚姻自由，恋爱自由，边区都已经立法了。你说啥？你还是好好的过过你的嘴瘾吧，你。我过嘴瘾了吗？我就是过嘴瘾的。马步，好，准备，好，一，好，二，好，一，好，好，三，出，一，好，二，好，一，好，二，好，出，一，好，二，好，一，好，二，好，三，出，一，好，二，好，一，好，三，出。组织上派我讲保密课，今天和大家第一次见面，我们先认识一下。我叫邢艳茹，是通讯社的记者。邢记者，你写过那么多的文章，你能告诉大家你的笔名吗？老师，你的笔名是不是保密啊？为了工作需要，我们的笔名都不公开。玉萍没有告诉你们吗？他只说在政治部机关，其他的什么都没说过。嗨，我把玉萍的底儿给兜了。没关系，咱们这儿啊又不是敌后。对啊，咱们都是同志啊。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第一个问题。敌后工作最忌讳的就是让别人摸到你的底细，即便是自己的同志也不可以。你们下去会接触到很多地方的干部和群众，他们当中绝大部分是拥护抗日的，也不乏少数人立场不稳，更有隐瞒身份的汉奸和特务，特别是在敌占区，敌特分子无所不在，所以保密意识至关重要。一旦失密，后果不堪设想。咱就不藏着掖着了啊！今天来上射击课的，大部分都是过去很少摸枪，甚至还有没有摸过枪的同志。啊，武工队，武工队啊，都不会放枪，还叫啥武工队啊？所以。今天我们首先练习的就是枪法。我知道大家的积极性都很高，但冰冻三尺，那不是一天的功夫啊！啊，要想有效的打击敌人，保全自己，那首先就要有一手好枪法。敌人还没有瞄准你呢，你就可以啪的一声，先把他撂倒嘛。有枪了，微笑，敌面出列，到，请你做射击动作。大家看好了啊，瞄准孔，准星，加上你要打击的靶位，三点要成一线，这样才能有效的击中目标啊。大家只要刻苦练习，没准儿就能练成个神枪手来啊。神枪手就没这么麻烦了，眼睛里长着准星，那指哪就打哪儿啊。刘营长，我说个什么报告？请讲。刘营长，你不是神枪手吗？给我们演示一下呗！对呀，演示一下，演示一下，对呀，是演示一下。我今天是教大家射击，那不能随便打吧？刘教官，我坚持不住了，
可以歇会儿吗？不行，当年我练射击的时候，枪口上挂三块砖，一站就是半个钟头啊，那可一动不动啊。哎，那要不刻苦训练啊，就练不出真功夫。准备训练，举枪。就这么几天，还不让多放枪，都学个啥呀？就是的，还说什么指哪儿打哪儿，我看他是打哪儿指哪儿。安静，耐不了啊！好，你们俩可不准开小会啊！刘营长。这枪还是你送给我的呢。我看看，这回可派上用场了。我们技术太差，给我们开个小灶呗。没问题。好，就这个姿势啊，多坚持一会儿，这样啊才能出功夫。你这个射姿有点问题啊，啊，肩得端平，枪要端稳，手腕呢要顶住啊。哎，这样瞄准，注意要稳啊，多坚持一下，多坚持一会儿。刘营长，我看我这是不是可以毕业了？啥？毕业？是啊。毕啥业啊？你这半天也不理我，我想我肯定可以毕业了吧？不是我不管你，这不是玉萍的问题比较多吗？那肖玉萍的问题再多，也不能把我搁在这儿完全不理我吧？你把钱弄好，我去给咱们蔡百灵看看。你啥意思啊？我啥意思？那你俩啥意思啊？啊？我看你这是哑巴吃饺子，心里有数。把枪端好。注意三点一线啊。哎，刘营长，你们为什么不能下到武工队去？哎呀，这事我没想过。要想成大事吧，就得开拓思路，对吧？行，回去我就开拓开拓。不能实弹射击。我不是故意的，枪自己走火了。你咋也这样呢？我的枪也是自己走火了。你们俩这是真走火还是假走火啊？你觉得呢？夏晴姐，我们去看看打了几环。你看他傻不傻？肖连长，哟，刘营长，来坐，来，尝尝这梨咋样？甜。啊，又有新任务了。啊，武工队得出发了，让我负责集中这片的联络。这回咱俩可以常见面了。你不是那什么坐镇警卫营吗？情况有所变化。武工队这帮队员呢，真挺让我感动的。我呢就写了份申请给军区，谈了谈对武工队的认识，论了论对武工队的战略战术，哎，坚决要求深入敌后之敌后去。哼，看你高兴的啊，跟我卖关子啊。
是不是上面已经批准你的报告了？啊？哎，你说是不是老天有眼啊？啊？首长居然批准了我的申请，还让我担任这个武工队的队长。嗯，我呢，把这个指挥部啊放到了清远。咱哥俩以后啊，少不了打交道啊。哎，我妹子去哪儿了？我就知道你得问这个。最开始啊，是让她去鹿西的满城完县一带，但是啊，她死缠烂打，非要去清远不可。是吗？这清源县紧挨着保定，那里可是最危险的敌占区。你这妹子吧，平时啊看上去挺斯文，真要犟起来啊，三头牛都拉不回来。知道了吧？不过他是对的，他是个年轻的老党员，就是要去最危险、最艰苦的地方。哎，我知道你就这一个妹子，我就是豁出命去，也不能叫她有个三长两短。这我信。其实我也挺想去冀中的。哎，我听说那个清源县有个染庄，那儿的地道战很有名的。那就跟领导上申请申请嘛。我申请了，可是领导说了，现在的安排是要顾全大局，不能随便更改的。那我真幸运，和玉萍呀一起去清远。是啊。不过我也听说，好像那里离保定很近的，条件还是很艰苦的。哎，我和周副社长去冀东的时候，就是路过冀中，走的就是白洋淀那条水道。怎么样，快到了吧？到了。玉萍，你看。这位是周副社长，这位是肖记者，这位是吴队长。吴队长，周社长好。你好。哎，肖记者你好。你好。听说你这次过来，我已经安排好了，没想到你们只是路过呀。啊，是这样的，我们这次主要是去冀东，等我们下次回来的时候再深入的采访采访雁翎队，怎么样？哎，好，那我们上船。好，走，走，上船。你们看看那边，我们的船啊都已经藏在芦苇荡里面。吴队长，那些船上装的是什么炮呀？那呀，那是大台杆。我跟你说啊，清朝的水师就用过这种土炮，这一炮打过去啊，日本鬼子的气艇啊，就算打不沉的话，也得把它吓得掉进店里啊，喂了王八。是吗？是啊。吴队长，有那么厉害吗？那当然了。啊，没事，别害怕，这是鬼子在巡逻呢，咱这芦苇荡啊，他们不敢进。你饿了吧？舱里头有玉米饼子、熬小鱼，你吃点吧。好啊。没事，别害怕，鬼子又在下放枪了。我这次去白洋淀啊，一定要吃吃他们的贴饼子熬小鱼儿。
薛晴姐，我这心里就像揣着个兔子一样，恨不得现在就飞到清苑去呢。行了行了，你非得气我不行啊？睡觉睡觉睡觉，哎，快点快点！哎，这次行动，海芬，快点快点，要提高警惕，要不落后了。快点，站！哥啥都不说了，啊，你得活着回来，知道吗？嗯，哥，你也一样，可不能抛下爹娘，抛下我。去吧。张书记，你看，他们来了。啊，张书记，啊，这是武工队的刘队长，这是我们县委的张书记。张书记，你好。你好，同志们，可把你们给盼来了啊！我们也早就想来冉庄看看了。住的地方都安排好了，外面天气这么冷，赶紧进屋歇着吧。啊，同志们，里边请，请吧，请走。里边请。这个院子是给总队指挥部和男队员腾出来的。你看那边。好，很不错。小刘，把房子翻翻，让大家休息。是。一小队，跟我走。队长，这边。二小队，好，去那屋。闺女们。冻坏了吧？快点把这碗热汤面吃了。哎呀，太好了，正想喝碗热汤呢。喝碗热水。那我们不客气了。哎呀，都饿成这样了还客气啥？这就是你们的家，千万别生分啊。哎，来喝点水啊。哎，谁在唱歌呢？我家尔妮儿。咱们村的地道远近闻名，有人呐编了首歌，听着不上调，可是啊，一传十，十传百啊，四村五邻呐就都会唱了。主任，能把歌词给我吗？俺们都不识字，靠的就是口传心授。没事儿。这样。哎，没人记得歌词。哎，要不？我给你学一遍。好。地道战，地道战，村村地道连成片，埋伏千万庄稼汉，大的鬼子心惊又胆战，庄稼汉齐上阵，定把鬼子彻底消灭完。地道战，地道战，村村地道连成片，埋伏千万庄稼汉。你看这边，通到那里，还有这边，两边是通的。啊，前面呢，能从那边绕过去。啊，通这边。啊，我们现在方针呢，是敌来我打，敌吃我挖，敌在地上才是，我们在地下才是。啊，已经挖了三条干线。计划再挖34条支线，未来呢，我们还要和西北边的东村庄、东南边的隋家坟，还有西边的楼各庄连成一片，啊，计划再挖一条一直通到河边的村外地道，形成一个30多里地的地道网。张书记，你们的工作量很大呀。啊，来，咱们前面看看。好，这边是通往东村庄。你看前面，前面呢是通往楼各庄。来，来，慢点啊。
慢点，这边啊，一直通到地面。真长见识啊！这都是敌人逼出来的，平原地区，一眼望不到边，没处躲没处藏的。去年的大扫荡呢，我们就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之后呢，大家就想出了这一招，让地道呢，村村通，户户通。地道里有水，有粮，而且能打，又能防。鬼子来扫荡，看不到人影，抢不到东西。我们打敌人呢，是看得清，打得准。好啊，这个太让人振奋了。有了这些地下工事，群众们的信心就会更加坚定了。太君，八路军武工队已经到了冉庄。你是说，八路军武工队已经到了冉庄？是是，他们都穿着便装。我大概数了数，有40个。40多个。胡队长，太君，让你的密探开路，看他们的兵力有多少，是过路还是住下了。如果八路还在冉庄，你和我的中队统统出动，八路统统消灭。是。鬼子来了，鬼子来了，集合，集合，集合了，快点集合，人都到齐了吗？集合队伍，快点快点，都到齐了吗？联兵配合青救会、扶救会，带领群众从地道向村外转移。是，不够，爆破队集合完毕，立刻在预定地点布雷。是。冉庄的民兵果然训练有素啊！全体武工队员，按照刚才部署，分成4个小组，向冉庄民兵学习，配合冉庄民兵战斗，狠狠打击小鬼子。是。行动！行动！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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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去！快跟着！跟着！走。九四，哎，你的情报准确，皇军金票很多的。谢谢太君。전단이메레스를안좋으니이마스크신금이마스크신금하이还有多久就到了？从这儿上去就是地堡了。啊。好痛快！这只是个见面礼，等小鬼子进了村儿，你再看好戏。小鬼子是想拍雷啊！
道他们得来这一套，下次点灯白费了。人心好，爹好，冲爹快冲，爹全体民兵请注意，鬼子已经发起进攻了，你们要各自为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绝不能往空枪，听我打。全体武工队员注意，我们要向咱庄的民兵学习，与两庄民兵并肩作战，狠狠打击小鬼子。打！记者，俺一队长，第二梯队，上。主任，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放心，一会儿就有来送死的。哎，送死的来了。是防化兵，他们咋冲这儿过来了？他们发现地堡了，是来放毒气的。会来抢尸体的。来了来了，这回啊，让他们吃铁蚕豆。准备好了，我喊一二三，咱们一起开枪。火力！
军，我看这次是中了埋伏了，咱们赶紧撤吧，不然可就来不及了。拉克，你的掩护，皇军的准备突围。太君，你押上吧，随手开枪。小鬼子顶不住了，前敌队员，让我狠狠地打。弟兄们，咱们也撤。以咱的兵力，追上去也吃不掉他们，还是见好就收吧。这一仗打得痛快，传他们命令，打扫战场，打扫战场。太君，这仗没法再打了，愣是不照面，躲在暗处放冷枪，等他们要打你的时候，呼啦啦出来一大片，你都不知道他们从哪儿冒出来的。